121页，前面算来第二行，第十个字。如言，如果说前念是凡，后念是圣，这前一念是凡夫，后面一念却变成圣人，那么如手的翻覆一般啊，前面翻来，后面又翻来，这是在对立上的角度来说，那么此是三圣教之极啊。那因为我们绝对的本体啊，犹如虚空，凡当体不生不灭，圣也是不生不灭，没有翻来翻去的对立的相。那么这个三圣啊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啊，不是最上圣的 啊。所以啊，这是三圣教这最终点呢、啊，就是这样说。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禅宗中啊，禅宗里面的前念且不是凡，后念且不是圣。前念不是佛，后念也不是众生，为什么呢？在绝对的本体里面，无所谓的圣，无所谓的凡，所以这个唯识学里面呢，转世成智，那个转字也是方便说，也是方便说。然后弄到一个转呢、啊，是因为众生迷了，由迷转悟。那么如果有转的话，悟也会转成迷。所以我们应该讲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迷，哪来的悟啊？为什么？好端端的在那个地方，正因为我们，不了解这个当下，毕竟空寂的这个本体。所以我们才转来转去的。所以啊，后面这句话说，所以一切色是佛色啊，这个意思要注意听。这一切色的意思就是，当悟道人证悟的时候，一切色法都不能动摇到我们的清净心，所以一切色法无碍，这个叫做一切色是佛色。这个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一切有形象的东西它都不能障碍我们这颗清净心了、我们没办法了、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要一点点的那个，那就执着的不得了了，甚至于就是一句话了都有好几年不讲话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除了内心里面那些烦恼的冲动性以外啊，再来加上 外在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又不懂，那么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，看到什么 就陷入什么景象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一切色是迷惑色，迷惑颠倒，一切色是无明色，你看到什么就找什么，看到什么就是找什么，甚至于自己稍微持一点戒力了，就我持戒，你们都不持戒，我精进，我好精进念佛，你们都懈怠懒惰，把我们啊自己这个自我啊的，也是一种陷阱啊，陷阱，众生就是这个坑跳出来又跳到另外一个坑，这个坑跳出来又跳到另外一个坑，就永远挖洞，永远跳进去。我们一切相不着，我们没有洞可以跳了，说你要跳的甲的洞比较深，还是跳到乙的洞啊比较浅啊？聪明的人，我两个洞都不要跳进去，我两个洞通通不要跳进去，我才不傻瓜呢。跳进深的洞会摔死啊，跳进浅的洞会半死啊，我为什么要跳下去？有人认为说，跳到比较浅的那个坑洞里面，那个人比较聪明。我说那个还是很笨啊，通通不跳进去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哪有说是非跳进去不行的？执着就是自己的坑道。就是非跳进去不行，知道吧？一切生是佛生啊，何以故？因为尘自生灭，自性不动嘛。声音啊，在声音，可是我们的文性呢，那还是不动。
如果我们的闻性随着这个声音而去呢？第一声，比如说啊，声不声？声有声音嘛？啊，有声音。闻不闻？闻。闻不闻？闻。那我们不敲，闻不闻呢？那还是闻呢、啊，因为就是一片寂静，它还是闻，闻性不会动的呀，它闻性还是存在的嘛。那如果说我闻性啊，随着这闻不闻？闻。啊，现在不敲了，闻不闻？不闻。那糟糕了，那你不能闻的话，你这随着声音而消失了，再敲你就闻不到了。闻性不会随着声音呢、啊、而跑掉的，你闻不闻？还是闻到声音呢、啊？现在不敲闻不闻？还是闻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没有声音，一片寂静，它还是闻呢、啊，闻性还在作用啊，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还在作用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没有声音？有。有声音呢、啊，哎，现在有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，这样讲是对的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敲下去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。现在不敲了，有没有声音？没有了，这样讲就对了啊。可是我们换过来用本性的角度来说呢，啊，闻不闻？闻呢？闻不闻？闻还是闻呢？为什么？闻到寂静了，一片寂静声嘛，他继续闻呢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再继续敲，他还是闻，就是不敲他还是闻呢、啊？对，闻性不动嘛，它一直在作用嘛，存在，它不需要你外面的尘啊，声音动静，它通通闻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叫做不生不灭的清净觉性，永远在作用，永远在作用，是不是、啊？这很简单嘛，是不是？这没什么啊，哎，哎，所以说要知道，一切声是佛声，就是一切声音通通化作我们的觉性。也不受到声音的影响，是举着一理啊，一理就是性空之理了，一切理皆然，举这个缘起性空嘛，那么一切这个空性啊，哪里都是一样。哎，见一事，那么见一切事，为什么这一个缘起就是空性？空性就是绝对的平等，那么一切事常常都是空性，可以贯穿一切事。见一心，见一切心，哪里有一心就是觉，纯一觉性。那么见就见到一切，你到哪里都是用一个纯一个觉性的，毕竟空寂的心在看，那么哪里都是平等呐、啊，没有什么烦恼，没有什么来去的，只要你照见无蕴皆空，那哪里就是觉性啊？见一道的见一切道，那一定的道理嘛，哪里有道，哪里通通是解脱。哪里一个见道的人 啊看到一棵树悟道，那一棵树的悟道，看到茶壶他也悟道啊，上厕所小便他也悟道，诵经他也悟道，拜佛也悟道。所以我们师父从不都告诉大家说，哎呀，法会啊，如果悟到心法，它就是法会，就是究竟。哎，办这个法会如果不悟到这个心法，所有法会都是方便法，拜了好几年的梁皇啊，贪嗔痴还是没有除掉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意义在哪里呢？拜山了、啊，这个山从那个山大的山拜到小的山啊，通通拜了，拜了那么多山，内心里面烦恼还在，你拜山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要问啊，参禅就是要起疑心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这些举动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如果拜山拜了以后，反而执着说我很有修行，那糟糕了，那糟糕了。哎，那拜山不但没有解脱，还增加一个我慢。哎，所以说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尘不染的，用这种心去修行。所以见一道就见一切道，一切处无不是道。哎，真是讲的是太好了，哪里通通是道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一切处都是缘起，都是性空？哎，这是小圣，对小圣人、二圣人的讲法。那么大圣人因心成体呀、啊，啊，因心成体的，一切处无不是道，万法为心所造，哪里都是心。哎，哪里都是心。所以二圣人讲缘起性空，因为他离不开哎见闻觉知六根的这个思想嘛，所建立的这个啊哎根尘世的这个思想。那么大圣不是，大圣不是当下为心所造，哎，因心成体呀、啊，毕竟空寂。所以说一切处无不是道，哪里都是缘起，哪里都是性空啊！当然一切法都是从缘起展开来的，大圣也是不例外啊。缘起是一切法的根本，那、啊、也就是性空学是一切法的根本。
啊，这个注意，缘起跟性空这个可以画等号的，画等号，这是开悟的人讲的话啊。但是讲不变跟随缘，这个是没有开悟的人才讲这样子的话的。缘起跟性空这个可以画等号，缘起就是因为它是无常，有生生灭灭，有因有缘有果，缘起跟性空这个可以画等号，这是大彻悟的人讲的话是可以这样。但是不变跟随缘这个不能画等号的，这个是无明。不变怎么可以跟随缘怎么可以画等号呢？不变跟随缘你怎么画等号啊？随缘就是有增有减，有因缘果报，这个叫做随缘，有生生灭灭之的缘嘛。那它会变的啦，那个不变不可以画等号，等于随缘的呀。这是中国人没有悟道的人讲的话呀，这是无始无明啊，这是没有开悟才这样讲的呀，啊，不变随缘，这是不对的呀，随缘就一定要变。他讲不变是指当体即空，而不是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。如果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叫做自性见。如果你认为清净的本性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那叫做自性见。自性见，它不是观念，它不是观念，它是契入无常的空性，当下它就是解脱的实证的东西，而不是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那边等着你，不是这样子。一切都是缘起法，而缘起法里面体悟啊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当体即空，是这样子讲不变是可以的。所以缘起跟性空中间可以画等号，因为它无自性。但是你把不变跟随缘画等号，那就完蛋了，就外道，自性见的外道。哎，所以很多的注解都也没有悟，然后乱写一通，然后后来的人就是这样照本宣科，也不知所以然嘛，因为听不啊，自己也不懂啊，啊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很好听嘛，这不是这样子啊，你完蛋了。哎，好了，啊，一切处无不是道，这见一尘，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你见一滴水，就见十方世界一切的性水，何以故？都是空性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性色真空啊，真空心色啊，哎，又见一切法，就见一切心，一切法本空啊。这一切法本空，心即不无，不无就是有啊，那不无就是妙有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富富得正嘛，不无啊，没有一个无，那当然是有了，有也不有，啊，那不有就是无咯，有也就是没有嘛，哎，有也就是无嘛，不有即有，那无就是有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是真空妙有啊，真，所以为什么加一个真呢？叫做绝对。却当你一切法都能够进入绝对的空性的时候，那么那些烦恼全部都没有了，所产生的就是不可思议清净的心所产生的作用，这个叫做妙有，妙有就是大用现前呐，啊，所以真空就是体性即然呐，妙有啊就是大用现前呐，用不离体嘛，体用一如，体用一如，所以叫做真空妙有啊。即若如是，十方世界不出我这一心呢？啊，一切微尘国度不出我的一念呢？啊，是不是？动一个念头，微尘国度全部具足嘛？如果是这样啊，平等平等，没有任何的相，没有任何的对立，那说什么内之以外呢？因为有内才讲外嘛。哦，为什么讲外啊？因为它不是内嘛。对不对？为什么是啊？你们是女人，哎，因为你我不是男人，对不对？我师父为什么是男人呢？因为我不是女人，这都是这样啊。你讲这里，因为不是那里；你讲那里，因为不是这里。对，对立的东西它才可以衬托。那虚空，你说哪里是哪里？哪里跟哪里啊？虚空，你说哪里跟哪里啊？东南西北是人定位出来的嘛？是不是人定出来的嘛？因为有地球嘛，作为原点嘛，那开始就定位出来嘛。这当然这个是假象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有内才讲外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只有外才讲内啊。如蜜性甜啊，这个是甜性的，一切蜜都是这样子嘛，哪里都是甜的，蜜当然哪里都是甜的嘛。不可道这个蜜甜，
哎，然后雨底苦也，那其他是苦的。何处有雨墨事？雨墨就是这种事情的，哪里有是这边甜的，那边是苦的呢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我们的修行啊，要进入绝对的状态，就是处处放下，啊，放下。然后以虚空应可，你的放下与虚空应可，用大智慧啊，用大智慧放下，也就是无所放。没有什么可以放的东西，本来就不生不灭，你放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何处有这些事情呢？本质不生，哪里有灭？是不是？哎，本质无外，哪里有内呢？本来无内，也没有所谓的外。所以说，虚空没有内外，法性至耳啊。法性就是绝对的空性，就是这样子。虚空也没有中间呢、啊。啊，你用手指指着虚空，你哪里指哪里是中间？有两边呢、啊，才讲中间嘛。所以啊，你要走马路的中间，因为马路有左边跟右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东边跟西边，你才有讲中间嘛。那东西两边都没有，你哪里是中间呢？法性本来就没有对立性的东西，智本来就是如此的。所以众生即佛啊。佛即是众生，众生与佛圆同一体，生死涅槃，有为无为，圆同一体，也是一体的，是吧？这生死涅槃等同空花呀，有为无为啊，有为是对，有为是对无为讲的，无为是对有为讲的，但是体性不二啊，圆同一体的。世间、出世间，乃至六道、四生、山河大地，有性、无性，啊，有性的有情呢，无性的无情呢，也是同一个体性。为什么？毕竟空啊，言同者，名相也是空。哎、啊，说一个同字呢，这个名字呢，也是不可得。所以有也是空，无也是空。简单讲，这些的描述都是要让我们进入绝对的平等的空寂的思想。我们内心不可以存有任何的恩怨、善恶、是非，这些这是是非非都与不生不灭的清净本体啊了不相干。妄动，它就是妄力。妄动就会妄力，虚妄的对立，是不是啊？你妄动，虚妄的执着，希望的分别，你就会虚妄的对立，苦的是自己啊，苦的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修行人他很聪明的，他不会苦的自己，哎，他不会苦自己的，不立下功过，所以为什么要恨你？哪有笨到这个程度的？你的好坏 跟我的心性有没有什么关系？你的生死你自己负责。邪火不是自私，但是如果你真的邪自私，那就是大慈大悲啊！我的生死重要，我回光返照，那个个如是，那天下太平了。就是怕你自私不起来，对不对？赶紧照二六时钟照顾你这颗清净心，莫让它落入对立的烦恼。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个个至少门前血，那就大地就无邪可扫了。你不不。我自己的门头先扫得很清气，啊，你要扫什么？大家也很清气，对，就怕你不会自私，你自私的很有艺术，欸，一切众生都得度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也是空，无也是空啊。尽恒沙世界，原是一空。还说佛是个大智慧的人，是真正大彻悟的人。那么我们这个啊，黄檗希印禅师也是大彻大悟的人。所以佛佛道同，证入一个同一个空性的本体，哪一个人讲的法都是一样的。既若如此，何处有佛度众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见一切相如同虚空，虚空跟虚空，我度你还是你度我？是不是？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。你想看我们今天的说法，这无印本空。诸位在坐下听法，你们的无印本空，哪来有来去相，哪有生灭相啊？说法者无说法相，闻法者有闻法之相啊，
传法也无传法之相啊，何以故？一切空。所以当然没有所谓的佛度众生啊，何处有众生受佛度呢？何以度？何以故？原是同一个空性嘛，有方便说度众生啊，这是对立的角度来说的。何故如此呢？万法之性至一切寂静啊，所以悟道的人心不喧哗，哎，心不妄动，心不妄执，不受虚妄生死，也不得虚妄的涅槃。生死涅槃等同空化，哎，不得不落入生死，亦不得涅槃，这是真正的涅槃。若作自然见啊，在自然的旁边写两个字，就是无因啊，没有任何的原因啊，这些外道。若作自然，自然就是无因呢、啊。哎，那无因呢，那就糟糕了。即若无因的外道，哎，无因就不重视因果了。哎，我们要讲毕竟空啊，那不可以离开因果讲毕竟空的啊，要对因果负责。因果的当下就是非因非果，这样讲才对的。122页，若作无我，无我所见。都在三贤十圣位中。如果哎，那么有一个无我，哎，那么无我所见，哎呦，我有这样的功夫，那也不行。都在三贤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十圣位就是十地位啊，十圣位就是十地位。你如今呢，银河将一尺一寸啊，你现在为什么拿那个啊有形象的东西？遍临两度虚空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绝对的本体是不容许你有任何的位次啊，阶位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啊名相安排，不可有次第的。他分明向奴道，他分明向你说法法不相道，法治啊，法治即故。注意听，这个法法不相道是什么意思？法法不相道。好了，好，在这注意用师父的，用师父来的角度了，你要注意听啊，什么叫法法不相道？我昨天，哎，跟今天，我请问你，师父的色身有没有改变？有啊，那个细胞啊，增增减减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增增减减嘛，昨天是阴。今天就是果咯。好，我讲昨天的因是什么？是缘起，可是怎么样？是现空。可是昨天的因已经过去了，可是昨天因是过去，是方便说当下它就是空性，对不对？到今天来讲的话，哎，我们说昨天的师父一直流动到今天的师父，煞是有那么回事。在因果的法来讲的话，是有这么一回事情。昨天的我跟今天我没什么两样，其实大不相同。昨天的缘起跟今天缘起大不相同，细胞增增减减了，是不是一定的道理？可是今天的缘起呢，可是它也是性空，空跟空，我问你，有这边的空来到这边的空吗？你有看到台北的虚空来到高雄的虚空吗？高雄虚空来到台北的虚空吗？啊，你看过这样啊？火车可以让你开来开去的，虚空可以让你开来开去的呀，啊，法法不相道。简单讲，什么叫法法不相道？就是当体即空，哪里都是绝对的本体，无所谓来去向，不相道。这个法没有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没有来去那个地方，何以故？站在空性的角度，它都是平等的。法治即故，这个一切法本身它就没有所谓的贪嗔痴的，是我们起心动念妄执妄想就有这个东西，本来就是很寂静的。当处自住，自住，注意哦，自住是什么？就是我有绝对的空性法性，自己安住在绝对的空性，绝对的法性，就是自住。当处自住，注意无所住，
哎，就是当处自住。讲自住就是方便说，因为空性的东西它不能让你住，所以只好讲住在无所住，应无所住啊。当处自真，你放得下，绝对的，然后再用空慧的思想当下相应，那你就是当处就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悟道是真实境的，不是理念的。以身空，因为身空是色法嘛，故名法空啊。因为身空为什么叫做法空？因为身空也有色，不，也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哦，对不对？有地水火风哦，这种种的法啦。那么色受想行识空，地水火风空，那这就叫法空嘛。那么也为什么讲心空？因为心是觉性的，它是有情的东西，这觉性的东西啊，只有统一的一合相，所以它不是种种的法。那么既统一的一合相，就必须用性来描述。那性就是毕竟平等啊，没有种种的法了啊，它唯一的法就是性空，就是纯一觉性嘛。所以身有地水火风，这是色啦、受想行识啦，它种种的法，可以我们讲法空。心没有这么多名词，是吧？心呢、啊，一切虽然贪嗔痴，同是一心。哎，菩提心也是心，慈悲心也是心，惜食心还是这个心啊？那但是一切心都是不可得，性空。这身心总空，故名法性空。故名法性空，法也空，性也是空，所以是法性空，乃至千途一说啊。千途一说就是千种方式，不同的说法。千种方式啊，不同的说法，皆不离你的本心呢、啊。如今说啊，说什么菩提喽、涅槃呐、真如啦、佛性啊、二圣菩萨者啊，这些二圣菩萨的人啊，怎么样，都是子业为黄金呢、啊？哎，什么叫子业为黄金？小孩子在哭喽，他的妈妈没办法了。啊，那拿了个黄色的叶片来说，哎呦，你不要哭了，这个黄金给你哦。那个小孩子拿到这个叶片，也不晓得那是树叶，以为啊黄金，好好好，有黄金就好了，哎，就不哭了，哈，骗一骗的，骗得过去，你只要你不哭就好了，哎，所以这些啊，什么菩提啊、涅槃啊、真如佛性啊、二圣菩萨者，都是方便啊，哎，这个子叶为黄金呢、啊，啊。空前狂小儿啊，这权长之说啊，空前狂小儿，骗一骗小孩子而已啦，啊，一切都是方便的。若也斩首之时啊，如果斩首说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真正的手啊，一看，哎，真正的空性就显现出来了，手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大众若天若人啊，皆见掌中都有，这就是本来面目了，哎。真的拿出真的东西啊，真的珍珠你就看不懂。我说我们会玩，都玩那个假的珍珠，玩那个假的会珍珠。为什么啊？珍珠放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珍珠哦，你看哦，我们吹了就哇，这珍珠哦啊，各位油哦，各位翻更啊，会变的就不是真的了。哎，所以是说，哎啊，师傅啊，你要不要看看珍珠？哎，傻瓜，我说你那颗是假的，你看我这颗。叔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！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、啊、清净无色相啊，永恒不变的、啊。这个珍珠在我手中啊，你看不出来，不用钱又免费的喽，是不是？这个珍珠跟我们内在珍珠跟外面珍珠是一样的、啊。你那个珍珠会变，我这个珍珠不会变啊。岁数年来都有啊，都有，不要怕掉了，又免费的，你是不是啊？哎，说我们啊。学佛呀，才找到的真的珍珠是什么？哎，你那个所有珍珠都是假的，会坏了。哎，手伸出来，我这个珍珠是真的，本来唯物，这是真的，永恒的珍珠啊，随时拈来都是珍珠，都可以看的，贵的不得了，只是你不认识而已啊。哎，我这一颗你看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那一颗珍珠我看得到，所以道本来无一物哦，何处？有尘埃，本来无一物，就是毕竟的，空性的绝对的本体里面就不生不灭，哪里有什么让你惹尘埃的呀？哪里有什么贪什么嗔？你贪什么？你贪虚空，
你起虚空，你舍虚空，嗯，虚空可以让你贪吗？对不对？嗔，我本来我有虚空可以让你嗔吗？所以我们呢，只要用虚空啊，不生不灭，印在每一个法上，每一个法通通究竟解脱，通通究竟解脱。何处有尘埃呢？本寂无物啊，三寂本无所有啊。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也是不可得啊。所以邪道人单道之路啊，须见这个义，这个义就是本来无有啊。你一定要见到本来无有，就是所谓无所得，你才有一个消息，使得你须见这个义，这个义啊，画一个箭号，往哪边呢？就是往本来无有，要见这个本来无有这个，你才有消息。如果有所得，那你是妄得。所以达摩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啊，经过多少的过渡啊，只觅得可大师一人呢、啊？可就是慧可大师啊，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了。哎，慧可大师一个人，找了老半天才找到一个人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福报比较大一点，哎，福报比较不大。我福报比较大，我这样子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哦，你看。在坐下的人，你看这么多人在听啊，不过得不得就不晓得了。哎，也许一个都还没有，是不是啊？要印可一个都没有。密传心印，哎，密传这个心印，这印你本心呢、啊，以心印法，以法印心呢、啊，啊，心就是法吗？法就是心吗？心就是性空，法就是法空吗？性空跟法空没有两个空啊。空哪里有两种的、欸、所以心印一切法，一切法皆空，对不对？心即如此，法也是如此，同真迹等法性啊，啊，这个要画双线，通通是真迹平等的法性，意思就是你见一切相，即一切相，就是离一切相，就是真迹平等的法性。烦恼是自己找的，放不下是自己找的。一个人亲近三宝，不懂得在法里面去欣喜，却在里面万象里面呢打转，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亲近三宝，却在三宝里面呢弄得是是非非啊，苦恼得不得了，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很悲哀的事情。此时解脱之道啊，不是束缚之道啊，要会用法性空中，谁是受记人呢？就是平等的空性当中，谁是受记人？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谁来受记呢？谁是成佛的人呢？是不是啊？但有言说，多无实意啊！啊，谁是得法的人呢？也无得法的人，他分明向你道：菩提者，不可以生得啊，生无相故；不可以心得，心无相故啊。这个在《文摩诘经》里面讲的。不可以生得，不可以心得，那你从什么得呢？啊，因为生是无相，心也是无相了。不可以性得，性即是空啊，性就是本源自性天真的佛啊。那么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所以什么叫释迦牟尼佛？哎，就是无佛无菩提可得，是名释迦牟尼佛。不可以佛，更得佛。绝对的本体，你得什么？没有的呀。所以啊，当下就是绝对，就不能可以更得佛，不可以无相，来又来一个无相，无相也是绝对哦，不可以空更得空，虚空啊，空性它也是绝对咯，是这样，不可以道更得道，不可以说本心这个道还另外安上一个道，是不是啊？本无所得，无得也不可得，本无所得就是毕竟空寂嘛，你得什么？那无德也是不可得，就是无德这个名相你也不可以执着。所以道，这个道就是说了，上面那个道是修行的道字，这里的道是说，所以说无一法可得，没有一法可得，只叫你了取本心，只叫你了解这个本心，当下了的时候啊，不得了相，不得就是不着。哎，当下了的时候悟道了，也没有着悟道之相啊，这个了就是悟了啊，无了无不了，哎，无所谓的悟，但是也无所谓的不悟，
无所谓的物，因为是本来的东西嘛。啊，无所谓的不悟，也不能说不，因为认真用功修行嘛，还得本心，你才得到这样本心嘛。啊，说得也是无可得啊，说不可得也不对吗？方便说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无所谓的了，也无所谓的不了啊，之相也是不可得。那么如此之法，得者即得啊，啊，得者不自觉知。得者即得，就是得者的人就证悟了，自己默契了。得者的人他不自觉，他并不是哎 得到一个、哎、我得到了，还制作一个我得到的相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自觉知。那不得者那更迷糊了，也不自觉知，那根本不晓得悟是什么境界了，当然不自觉知了。拿这个大彻大悟的见性法门啊，跟一个外道的乃至一样一个迷惑的众生呢、啊、谈了老半天，他还是不知道，不知所言。啊，很难的呀，我们这样弄了20年、啊、20年、啊、这个英文、啊、很严重的 20 years、哎、后面还加 s， 这很严重了，表示时间很长了。我们弄了20年、啊、才这么样一点点的消息呢，你看看呢、啊？哦，那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，真的很辛苦的。哎，要悟啊，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但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得看你这根性啊，看你的因缘呢、啊，有没有善知识在辅导？要没有善知识啊，不是20年、200年还是没有，5年你都弄不到了，因为那个不是什么东西啊，看看不到，摸摸不到啊，没有善知识引导啊，啊，方便啊，指示啊，你不想从哪里去发现那个本性的。如此之法，从上以来呀、啊，123页，有几人得知呢？有几个人得知呢？所以道，哎，所以说啊，天下忘己者有几人？天下可以无我，忘己就是无我了。哎，天一个这个普天下可以有无我的精神的人，到底有几个人？哎，我们一般人一想到的话，都是自私吗？啊，私欲很重啊！哎，我为开头，我最重要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开头，什么都是以我为原则了。哎，如今在一机，就是一个机巧啊，一个机缘，乃至一个境界，一本经啊，或者一个教法，乃至一世啊，我们以前一世就是30年啊，30年为一世啊，那么一世啊。那么一时一个时间一个名字一个字六根门前领得，六根门前去认识他，领得就是认识他啊。与机关木人何事呢？啊、哦，把笔拿起来，机关木人啊，旁边写三个字，梦中事，如梦中事。机关木人就是如同傀儡啊，这是比喻五蕴的虚假不实在啊。木人就是傀儡的意思，我们人的身心都是由五蕴假合合而形成的，他没有自信，就像傀儡，所以用机关木人来比喻。哎，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说啊，啊，这个机关木人、啊、的意思就是都无有造作者，世事如幻如梦之事啊，意思就是机关木人如梦中事啊，就像做梦一样的不实在的啊。你一个机一静啊一经教事实明智，在六根门前呢、啊，虽然领得，可是这个梦中是不实在的，不实在的，不实在的。哎，所以啊，我说、啊、那个邓丽君很可惜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哎，她常常唱歌，唱那个无常歌，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哎，那可惜没有开悟，很可惜。哦、我是蛮欣赏她的歌声的啊。他死得早，要是有一天邓丽君能碰到师父的话呀，啊，我们唱，我会跟他讲，唱歌没关系，但是要懂得放下，知道吗？哎，可是还没碰到他，他已经死了，离我远去了。哎，外省人讲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要不然就啊，邓丽君呢，小姐啊，会唱，要懂得解脱啊，唱不比解脱的人重要啊，啊，会唱不一定能够解脱嘛。是不是？哎，好花不常开嘛，就无常；好景不常在，也是无常。哎，可是就是不悟，你没办法的。所以一般人呢、啊，唱唱可以啦，
要开悟啊，哇，这个很难。忽有一人出来啊，哎，突然有一个人哎出来，不在一个明一个相上，作解就是不着啊，不着一相，是吧？我说此人进十方世界觅这个人不可得，很难呐、啊，非常难，是不是？即相离相，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啊，所以进十方界啊，觅这个人不可得，那就是佛了。佛就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，以无第二人故，没有第二个人，因为绝对的本体也没有人呐、啊，没有这个人呐、啊，所以寄于主位啊，啊，寄于主位。继续这个祖师之位啊，意蕴就是释迦之种啊。为什么啊？无杂嘛，纯一嘛。哎，释迦牟尼佛成道嘛，我们记佛陀啊，记祖师大德啊，啊都是无杂纯一嘛。故言王若成佛时，王子亦随出家，这是指大通至圣王至圣王佛。这个在啊。哎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啊，大通智胜王佛呢，十六出家以后呢，这个十六王子啊就跟着出家，所以啊法法平等呐、啊，这是表示啊他成佛的时候啊，王子就跟着出家，哦，将来也是成佛，也是成佛，此亦大难之啊！哎呀，这种境界啊，法法平等的呢啊，前一个成佛，后来跟着出家也成佛，这样法法平等的，毕竟空寂的。这个此意这种境界啊，很不容易的，只叫你莫觅，觅就是寻求，不要找啊。你说哎，佛性是什么？我想想看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想就不对了。哎，说追求真理啊，世间人呢、啊、讲哦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追求真理，方便说这样讲可以啦。你要用这样子啦，如年你都见不到佛性啊。什么叫驴年呢？驴年呢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因为十二生肖里面没有驴子啊，叫做驴年呢、啊。哎，这只叫你莫觅，觅就是不要寻求，不要追求，是吧？觅遍失窃，为什么？当下就是啊，你找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觅的话，就把真理化作啊妄想的境界啊，以为啊它是可以追求的东西，其实啊。啊，我们的绝对佛性就在当下放下的那一念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永恒的放下，哎，这它就是了。念念消归自性，归无所得，那一念就是了。还找什么东西？如痴人的一个愚痴人呢、啊，山上啊叫了一声，喂，哎，响啊，从谷出啊，哦，奇怪，我声音在这里叫，怎么会跑到山谷下去呢？哎，赶快走上山下去，去找那个声音，哎，然后趁寻觅不得。哎，就是趁这个念趁字，就是追逐寻找，找不到，哎，又叫一声，喂，哎，又跑到，哎，这个声音怎么跑到山上去呢？山上又响起来了，哎，赶快又追到山上去，哎，这个愚痴的人，愚痴的人，就是啊，哎，不晓得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啊，哎，他就是啊，这样下去，自然的就是这样子回声，很自然的啦。哎，愚痴的人啊，山上叫一声，跑到山下去，他就又找到山下去找了，就是啊，哎，他找不到了，哎，然后上山下叫一声，跑到山上来，哎，山上也找不到了，又追，就是追求真理，世间人这样讲是对的啊，可是学佛的人这样讲是错的，真理不能让你追求的，真理是让你悟的，如是千生万劫啊。只是寻声逐响人呢、啊，只是跟着这个声音呢、啊、追逐响的了。声音的尾声叫做响，我们说音响嘛、啊，啊，刚开始叫做音嘛，到最后声音不断叫做响嘛、啊，哎，虚声浪死汉呐、啊，啊，冤枉啊，虚声浪死就是很冤枉的。啊，生啊，很冤枉的死啊！我们呢、啊，今天的辛苦啊，辛苦的很冤枉啊，很辛苦的很冤枉、啊，迷惑嘛，颠倒嘛。如若无声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声音，那么就是无想了，那么就是无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涅槃者就无闻、无知、无声，为什么？不生不灭吗？劫机。绝中
啊，没有任何的迹象，没有任何的踪迹。若得如是，那么就稍以主事临房，临房就是隔壁了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才有接近呢祖师的位。涅槃，什么叫涅槃呢？无闻，哎，见闻皆知咯，哎，又无所谓的闻，那就是不以闻上 起念呢、啊、无知，不以分别心起动念呢、啊、无声，不以声尘上动念呢、啊、觉机不可追寻呢、啊、无形无相的东西，能够用一个无字啊，好好的下一番温和暖和的功夫啊，到最后啊就炉火纯青了。是用一个无字啊，消灾解难啊，啊，悟道啊，那么这是一个无字的功夫，你会不会用啊？会用，用一个无字那更不得了。佛法一个字会用啊，把所有的执着都化出无的力量，这个就是功夫了。问：如纨绔帐内啊，啊，都无如是刀，福愿毁事啊。那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就讲过了啊，这把刀王子带过了，当然这个国王也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带出去了啊，那大家哎看到一把刀，哎，王子带出去了没有看到，叫那个穷人来讲说讲不出所以然，叫大臣来讲也看讲不出所以然，是不是啊？是云：纨绔帐者就是虚空性也。哎，纨绔帐，这个绔帐啊就比这个绔帐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个仓库的意思了。这个仓库啊，就如同虚空一样，他刀子拿走啊，可是呢、啊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空性也是存在，哎，就虚空性还是在。哎，纨绔帐就是比喻啊，啊，虚空性。那么能摄十方的虚空世界，皆总不出你的心，也谓之虚空藏菩萨嘛。虚空藏菩萨，你如果说是有是无是错的，因为无相不能讲有，不能讲无，非有非无啊。啊，也不可以讲有，也不可以讲无，这总称阳假。阳假就是说不出啊，阳假就是相似境。那讲阳假就是这一只刀是用公羊的角去雕刻的，哎，可是呢又不像。这个阳假是指这只刀子的形状，描述这只刀子的形状像公羊角，可是不像啊。意思就是阳假就是相似境，但是不是，比喻着相似境，总称阳假。哎，国王啊叫大臣来讲啊，说你看这我这知道是什么，是哎我看像公羊角一样的。哎，那国王笑一笑了，什么都不是，羊角的就是你求觅者就不是。说问了、啊、纨绔帐中有真刀否？师引，这个也是羊角、嗯你一问呢、啊、他就是不像，绝对的本体就是不能让你问。哎，问有没有呢？这个还是不相似境。哎，意思就是顽固当中有真刀否？意思就是毕竟空寂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刀真理啊，就是这样问啊。那这不是多余的吗？毕竟空寂就是真理咯。哎，所以这个也是羊角，多余的相似境，不是真实的。云：若顽固当中本来没有真刀，何故呢？那么纨绔当中本来就没有真刀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？那到一前面一段我们说王子拿出去了，云说王子持这个纨绔中的真刀出自异国，为什么讲没有呢？为什么讲没有呢？啊，师引说持刀出者是比喻如来使者啊，如来啊啊把无我的精神告诉每一个修行人啊，那每一个修行人如果悟到无我，那么就是跟佛陀的、啊、精神是一样的，跟佛陀觉悟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佛陀等于派他出来宣扬无我的真理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不见到无我的人呢，他会乱猜啊，无我是什么？外道猜无我猜不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小圣人猜无我也猜不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凡夫更不用说。哎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无我如来藏，那、嗯、你持刀出者这是比如来使者，如果你悟到无我，那么大无我的平等的无我，毕竟空寂的无我，那就是佛陀你派你下来弘法的啦。你如果说王子持纨绔中真刀出去，那么绔中因空寂，这个绔啊纨绔啊这个就通通没有了、表示说那还有，还是存在了，还是存在了，是吧？持纨绔中就是拿了纨绔当中的真刀出去的话，那么这个绔中因空寂，可是啊
王库里面，那国王可能还有另外一把啦，里面拿走的，是不是啊？里面看过的啦，是不是？哎，意思就是说库中还存在啦，你拿不走的。意思就是无我这种东西，不是你拿走拿不走的问题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拿走的。比如说虚空，你不可能拿它拿去的。所以啊，哎，124页这第一行你要注意听，这本源虚空性啊，不可被一人将去，将去就是带去，是什么语？是什么语？就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能不能觉悟到这句话呢？本源，我们的清净本性啊，如同虚空啊，啊，如同虚空的性啊，不可以被其他的人啊带来带去的，物的当下就是存在啊，就是不生不灭就显现出来了。虚空哪里可以你带来带去的？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五蕴怎么变化，当体即空的觉性不会变化，这就是佛。哎，你身体烂坏了，虚空会烂会坏吗？虚空不会烂不会坏，觉性也是不会烂不会坏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用一颗超越的心，不管五蕴怎么变化，你都用一颗超越的觉性在存在，那就是佛，就是佛。法离义，见闻觉知嘛。啊，这个麦克风啊，它很小声了啊。是你有者，就是有者就是动念。如果你有所动念呢，即名羊角之刀，就是不是真刀了。哎，有者，是你有者，做把笔拿起来。有者话，是你有者话，就是当你动念执着去动念着相，那么皆名羊角，通通叫做相似境，通通不是真实境，通通不是真实境。学佛要先懂得放下，不是拼命的追逐这个知见的。124页第二行，问：是迦摄受佛的心印，得为传与人佛，可以哎帮佛去传这个佛语吗？云：师云，是的。黄檗禅师说：是的。云：若是传与人，应不离羊角啊。哎，如果是传与人，那么也是相似境喽。应该是不离羊角了，它还是相似境了。哎，那黄檗禅师说，迦摄是自领的本心呢、啊，他是自己开悟了，领得佛陀的本心呢、啊，所以这当然不是羊角了。若以领得如来的心，见如来的意，见如来的色相者，如来色相就是不可以三十二相而得，如来色相就是性相，即属如来死啊。这个就是等于如来派他来的。也是传于人呐、啊，所以阿难为世者20年，但见如来色相，所以佛告诉他不可以三十二相而见如来，对不对？因此被佛呵言为观救世者啊，不能离得羊角啊。这个救世者就是佛啦啊，你只看到观就是见呢、啊，你只有见到佛像这个32相80种好啊。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相似境，就是着相的我的境界、啊、因为无我啊，不住色身心呢，不能住身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嘛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，是不是？你每天只有看到救世者，你每天只有看到佛陀的32相80种好，可是你不能离开这个相似境，因为你不认识佛，你不认识佛，没有用的。问：文殊直见于巨坛，巨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啦。前者如何啊？这文殊啊，执这个见在巨坛前，就是佛前呐、啊。那么这个公案真理到底是什么啊？这公案我们先讲一下啊，师父这里啊先讲一下，你们这里没有资料的啊。世尊呢，因为灵山会上啊。有500个比丘啊，啊，500个比丘得的四禅定，这四禅定大家都得到五种神通，可是呢，未得法忍呐、啊，未得法忍，哎，那么因为得到宿命智通啊，啊，各个能够见呐、啊，自尽过去的杀父啊、害母的罪行啊，积诸重罪啊，哎，积诸重罪啊，这一直内心啊，各个怀疑啊。依甚深法不能证入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罪恶感太重的人没有办法修行啊，罪恶感太重的人呢没有办法修行啊，没办法修行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，不能证入。
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过去啊，有一个人呢、他不孝顺他的公婆啊，然后啊，画符咒啊，害他先生呢、后来学佛哇，痛哭流涕了，思索前非啊，本来师父面前呢、我跟他讲，我说一切呀、如梦不实在呀、放下嘛，过去求忏悔就好嘛。可是因为自责、太重了，后来啊，就自杀，跑去自杀，成功啊，自杀、成功啊。苛责太厉害，可能造恶造业太重了。其实一切是如梦幻泡影啊，过去也不孝顺啊，弄符咒害人啊，害他公公婆婆啊、先生啊。哎呀，过去就算了嘛，学佛的赶快嘛，将功补罪，自杀也无济于事啊。结果他自杀了。是以甚深法不能证的一个太有自卑的人、他没有办法修行的，没有办法。人呢、稍微有犯一点过失的，我不能修行了、我罪过太重了、我呀只要不得、不入三恶道已经不错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以甚深法不能证入，怀疑嘛。于是文殊成佛的神力啊，遂手握利剑呐。文殊啊，手握利剑呢、就靠近释迦牟尼佛旁边呢、世尊呢、就对文殊菩萨说：“停停啊，住住就停停了，不要住你，你这样。”